进入第三天的这个学习哈。我们为这两天的这个学习感谢。我们那个有很多的我们过去没有接触过的一些的想法。透过讲员帮助我们了解。宣教在我们的华人教会当中里面是非常弱的哈。这次的这个参加的成员看出来，其实台湾教会本身对宣教是非常冷的哈。我们华神特别透过这样的一个聚会，也期待呼唤台湾教会本身对宣教、对差传本身有更多的负担、更多的托付哈。所以因此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讲员，他很早起来就帮我们采玛纳 ，OK， 所以他有非常好的玛纳要分享给我们。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讲员，谢谢。真的，今天实在是很早起来，3:30。我们很快，到第三天，今天我们的课题是关系论与属灵征战。当我们讲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因为仇敌魔鬼好像跑靠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通常我在海外讲这个课题，或者是突然之间要处理这些事情，很多次温师母在家里就遇到麻烦，无论是厕所坏了，有人用他的 motorcycle 撞到我们家园里面，把草坪弄坏呀，反正是很多很多麻烦。很多次师母都会问我，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你不是讲这个课题啊？我说是啊。他就说难怪了。属灵征战是一个很实在的一种我们跟黑暗势力对抗的实在的情况。首先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我的背景。我已经跟你说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所以我中文英文名字都是以诺，从圣经来的。我们家从广西搬到广州，然后就定居在香港。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常州一个小岛，没有交通的，见到神学院就在那个地方。其中一个原因，我的后妈是在见到神学院厨房烧饭的。我们成长的过程是非常保守，不看电影，不打麻将，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很保守的。所以关于邪灵的事情呢，我也没有个别的接触很多。尤其是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的宗派对于灵恩派非常敏感的，一讲这是什么属灵征战啊、灵啊、鬼啊，很容易就给人家扣帽子，是你是灵恩派。但我是宣道会第二代的信徒，在宣道会的教会里面信主受洗奉献。我们家的兄弟姐妹都在宣道会的神学院念书，姐姐弟弟妹妹都是见到神学院毕业，是香港的。我是美国宣道会的神学院，在纽约那里毕业的。我们家
安利牧师也是宣道会的。我自从1981年移民到加拿大，都是拿宣道会的同工的证，每年要重新登记辖准，看你的信仰啊、生活啊、侍奉啊这样。那为什么会讲这个课题呢？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三位一体互动是一个灵界，天使有两类，守本位的服役的灵，还有不守本位叛逆的灵，他们彼此也互动的，有一个天使的处境，他们有固定的模式。人类在神的恩典里面，从万人当中拣选了犹太人、以色列人，也拣选我们，让我们外邦人都可以蒙恩得救。所以世界上的人，好像约翰福音的二分，有信的，有不信的，有行在光明中，有行在黑暗里面，但是也是互动的。这三界，神界、天使界、人界，三界的互动、相连、相通，是实在的这样的关系，所以叫做关系实在论。当我们要体贴父神的心意，顺从主耶稣差遣的旨意，凡事顺从圣灵引导，让我们借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节制等等，这个是圣灵的美意。我们属主的人将纵向跟他连结，我们体贴他的心，顺从他的分差遣，我们去传福音，跟人分享神的恩情。其中那是在基督以外的，他们都是在黑暗势力、魔鬼的权势以下，我们去传福音，就是从他的手中抢救世上的灵魂。这样的话，关系实在论告诉我们，我们讲差传不能不讲属灵征战。我讲属灵征战，不在福灵恩派强调的那种辨别诸灵恩赐、赶鬼的恩赐。我们讲属灵征战是按照合乎圣经真理的原则，明白仇敌是谁，他是做什么一回事，我们怎么样跟他互动，然后在互动里面怎么样靠着主可以得胜，然后抢救世上的灵魂，这个是我们该做的事情。那我是怎么样接触灵界的东西呢？我在剑道神学三年，那三年不停地去东南亚做短宣的工作，但是我是没有身份的人，因为从大陆到香港，后来去政府登记，拿到一张在法庭里面的一张这样的纸，就是宣誓说我是合法公民，就是一张这个东西。所以我去不同的国家常常遇到问题，因为没有护照也没有身份证，所以我晓得真的要服侍主做宣教工作，我一定有需要个护照。当然感谢主，我现在有三个护照，美国、加拿大的，还有香港特区的。我有两个身份证，一个是香港的身份证，一个是大陆的回乡证，所以都很方便，不要排队。但是我需要个护照，所以宣道会、宣道神学院从加拿大请了张务凯教授回香港当宣道神学院的院长，接滕敬惠牧师。那个神学院
叫做 Canad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那里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是从香港去的，那个时候，所以 Canad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简称是 CTS， 他们都开玩笑叫做 Chinese Theological Seminary， 因为三分一都是香港来的，所以他们要一个讲广东话的教授来照顾这些学生。那滕牧师邀请张富凯去，我有学过护照，我就跟滕牧师说，那我可以移民加拿大去加拿大的神学院教书吗？反正都是宣道会里面学校系统里面这样调换，所以我就移民到加拿大。我讲了一大堆要让你明白我怎么会向属灵征战这个课题有参与的。1981年我们全家就移民加拿大，在神学院有早会，每天有早会，有一个早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叫辅导治疗心理学的教授Dr. Stan Wilson 就跟我谈话，他说：“哎 ，Dr. Wan， 听说你香港来啊？”我说：“是。”那你会讲广东话？我说：“是啊，这个是我的母语。”那他说：“你可以帮忙一个事情。”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们几个同工每一个礼拜五晚上，在宣道会区会的办公席留下，我们有一个服侍的工作。”就是帮助那些有邪灵搅扰的人。最近我们处理一个个案，是一个香港来的留学生，这个鬼赶来赶去都赶不去，后来我们才晓得这个鬼不会听英语。我的反应跟你一样，这么笨的鬼。所以他说：“那你讲广东话可以帮忙翻译吗？”我说鬼话我都不会，广东话会。那我说我不是灵恩派的，他说不是灵恩派，我们服侍弟兄姊妹，那你为这个事情祷告吗？那你再叫你祷告，你不能说神学院教授不祷告，所以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以后呢，心里面觉得有平安，应当去帮忙这个事情。反正是香港来的留学生，后来鬼赶出去了。他发觉我有一个辅导的硕士，1975年在 Gordon Conwell 拿的。所以他说：“哎，那你不要参与我们的侍奉。”我说：“开玩笑，每个礼拜五赶鬼，这个我不来。”他说：“你为这个事情祷告吗？”我跟师母为这个事情祷告，后来心里有平安，我就参与这个侍奉。所以1982年到现在，每个礼拜五做这种侍奉，一直到1986年，我们全家搬到菲律宾。离开以前，我肯求神两个事情：第一，给我有辨别诸灵的恩赐。有辨别诸灵恩赐，侍奉很简单，你不需要啰啰嗦嗦问这问那，你只要祷告，神就会告诉你这个人有什么问题，什么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好像档案给了你一样，很简单。但是神没有给我，我要求他给我赶鬼的恩赐，他又没有给我。那我求神给我一个对公一起在属灵征战的侍奉，他又没有给我。那没有办法，就去了。我去以前已经指导过几个 missionary candidate， 宣道会要求宣教士两年的差遣系毕业，有侍奉的经验，经考核这个语言language aptitude test，
家庭心理 psychological marital 什么什么 test， 反正呢很多就是另外一个要做一个 area study， 你去那个地方先做一个研究，那个国家民族他们的背景历史家庭婚姻什么什么。我只到过几个菲律宾的 area study， 所以我去以前都晓得天主教菲律宾是唯一一个亚洲的叫做基督教的国家，其实是天主教，里面有很多 folk Catholicism， 我教课都教过这些事情，里面混了很多本地的土产的Selling 的等等的事情Spiritism 等等。但是神没有给我一个对公，也没有给我这样的恩赐，所以就去了。去的时候就祷告读经，好好的用温室气血五药去了解。那个时候很少讲赶鬼的书，我自己也没有多接触这样的事情，不过到工厂没有办法。菲律宾神灵长老很厉害，包括在教会里面，包括在董事会里面会有人有神灵长老的。后来我叫 Comparative Religion and Folk Religion， 然后那个是 Regional Seminary， 所以我不用 Tagalog， 我用英语讲课。有一次花了几天讲这个邪灵的工作、属灵征战的真理，我的师兄说：“Dr. Wan， 你讲的东西，我们回去很管用啊。那你不要给别人分享。”我说：“怎么分享？”他说：“我们有个刊物，宣道会在菲律宾有个刊物，你就把这个稿放到里面去，很多人就可以受益了。”我说：“我没有这样打算。”他们说：“没有关系。”我们把你的笔记送过去就好了。所以我属灵征战的这个文章第一篇是我的讲义，学生替我拿去出版的，后来陆陆续续中文英文两个语言合起来大概有八九个这样的文章。你不用担心，今天也不用写笔记。昨天我换的时间去弄了30个左右的档案，迟一点会上网。属灵征战里面有3-4个中文的文章在里面，迟一点 Q&A 的时候我再介绍，不然的话我用我的专题时间就不够了。反正 Dr. Wilson 的做法是这样，他是负责人，他要跟你谈话了解你的情况，然后他也没有辨别助灵恩赐，然后呢他就找两个同工，一个是记录的。 Dr. Wilson 的做法呢是这样，跟你一起开头做个祷告，然后面对面很近的坐在那里，叫你看着我，他就开始问你问题了，问的是普通的问题，你最喜欢吃什么啊？上次你旅行去什么地方啊？然后慢慢呢，他就掺一些问题进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吗？假如这个人有邪灵的话，就开始有反应。有些时候慢慢来，有些时候马上跳起来要打人、冒汗、抽筋什么，很多这样的情况。然后呢 Dr. Wilson 的做法就是，我奉耶稣的名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就用耶稣的名给他压力，把名字报上来。有一个人做记录的，另外有个人呢是端水啊、擦汗啊、听电话啊、帮忙这些事情，3个人的对公。然后呢就帮助人把鬼赶出去。后来我去菲律宾，神也没有给我
又没有给我对工，又没有给我辨别诸灵恩赐、赶鬼的恩赐，但是侍奉主在宣告教工厂很多这样的情况。包括有一次我被邀请到 Sambuanga， 昨天跟修老师讲啊，这个 Ebenezer Bible College and Seminary， 那一次是一整个礼拜的专题开学，早上的那个讲员不能来，晚上的我负责讲属灵征战，我还没有去已经很多麻烦，刮风啊，机场停啊，我先去师母来又遇到很多，反正麻烦多得不得了。昨天我跟修老师提到最后那个晚上最紧张的时候，突然之间停电 ，brownout 是很普通的。船舱200人，哇一声叫起来，因为讲属灵征战了、啊，突然间黑了。我就马上带他的唱歌 ，He is Lord 我。我以前学过音乐的，没有麦也可以唱，然后叫他们安静下来，暗暗的黑黑的。有个同学到楼上拿一个手电筒，一个拿着一个 portable amplifier 用电池的，那所以我就记得那里讲，一个人讲拿着这个手电筒，一个拿这个麦，我在那里讲属灵征战，那次的印象很深。我在菲律宾，在属灵征战的服事里面，很短的时间，帮助的人超过我这么多年的。到后来呢，院长还有给他的办公室给我，因为菲律宾人也是要面子的，不然省得有邪灵找扰，所以可以从后门到办公室帮助他们就离开，这样每天忙得不得了。好，我们现在那个是背景，属灵征战啊。从关系论的角度来看，有灵界、世界或者外界、内心世界三个层面。有一天我邀请大家用你的想象力，今天不用想象力了，三位一体的神在上面，然后下面呢有跟神作对的仇敌。有世界，有肉体的沉郁，有魔鬼、撒旦、邪灵。我邀请大家打开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因为时间的缘故，我自己赶快的念几节给大家听。第五章第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圣的必常不常常犯罪，或者不住在罪里面，要好小心了解。你这圣经有邪灵搅扰基督徒，包括传道人，凡从神圣的必不犯罪，因为他犯罪他就觉得我没有重生得救，我有没有资格做传道人。这个是魔鬼很会歪曲事实，曲解圣经，所以这样要小心。凡从神圣的，必不住在罪里头，必不惯性的犯罪。从神圣的，就蒙神保守。你看这个小字，那二节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呢恶者手下。所以大家看这个图表，最左边下面是讲到这个世界，请大家看第三章第八节，犯罪的是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第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章，我不够时间给你念了，我只是点出来。大家看第十四节，哪恶者？第十八节，敌基督。二十二节，敌基督。然后第十五节，接着上面说圣灵哪恶者，同样的十三节圣灵哪恶者，但是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很明显的，世界跟神是为仇的，因为全世界都恶在那，恶在那，恶者的手下。这里提到，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沉郁、眼目的沉郁，并今生的骄傲，这三点非常原则性的把世界的本性本质点出来。你用接着圣经已经解经去看创世纪第三章夏娃的被试探是这三方面。你看耶稣在旷野被试探也是这三方面，魔鬼撒旦攻击基督徒也是用这三方面。我们打开第四章，亲爱的弟兄们，第一节，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不是出于神，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已经来了。这里提到神的灵，第二节，还有敌基督的灵，第三节，还有谬妄的灵，第六节。这里也提到我们是属神的，第四节，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认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呢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 Dr. Wilson 是一位心理学辅导的专家教授，他从来没有念过神学，他也从来没有在教会里面有什么长时间的侍奉，他是一个专业的辅导专家教授。所以呢，他就看圣经，从圣经里面找怎么样去赶鬼，他就从这段经文里面找到一个出于圣经的方法，就是试验这些灵。所以他就去问耶稣是从神哪里来的吗，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吗，等等来问，然后也动这些在人里面的邪灵让他们彰显，然后就跟他们对话，然后奉耶稣的名问他们的名字。这个是 Dr. Wilson 所做的，他所做的是出于圣经。后来我发觉我跟他这样做很多年，但是所做的是不合圣经真理，所以呢，当我到菲律宾的时候我就改过来了，不来这一套。你去看书，有很多人都会做这个试验灵的赶鬼的时候，其中一个最起码的第一部分。然后
这里也提到沉郁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打开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请大家留意这段经文里面很多地方讲圣灵，那个圣都是原文没有点点加进去的，除了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前面提到我们应当顺着灵而行，十六节就不放纵肉体的邪情先私欲了，因为这两个是相争的，是相敌的，让我们做不能做的，不愿意做的。被灵引导的就不在律法以下，沉郁的事，哇，很多列单出来，奸淫很特别。第一个就是奸淫，十点我们讲淫乱的灵是怎么一回事啊，误会、邪荡等等等等等。然后呢，第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邪情、私欲都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靠灵得生，应当靠灵行事。所以大家看这个图表，自喜肉体的沉郁，对世界来说也与基督同喜。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对付世界的方法是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魔鬼撒旦勿要抵挡魔鬼，他就离开我们逃跑了。总要警醒谨守，仇敌魔鬼好像跑靠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噬的人。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然后也提到很多族里面的弟兄也是受过这样的苦，这里所讲的苦是在属灵征战里面所遇的苦，请大家听我念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这个我们要注意的。然后这里提到要用怎么样互动跟魔鬼撒旦邪灵互动的方法，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在这个抵挡的过程，属灵征战就会带来苦难，不光是我们有，世上的众弟兄也是这样。但是你放心，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常在基督里面照你们的赏他永远的荣耀，这个就是恩情众相从神而来。属灵征战不靠别的，是靠神的恩情从上头来的。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里面照我们的赏他永远的荣耀，黑暗的、犯罪的、是羞耻的，但是得到宝血洁净、圣洁的、光明的、是荣耀的。这里还说我们这样的属灵征战带来的苦难是战受苦难之后，然后这里很宝贵的应许，必要一成全你们，第二坚固你们，第三赐力量给你们，何果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第十二节，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恩情神学不是我发明的，圣经里面的，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恩情神学关系论中右行，大家看这个图表，基督徒是站在中间，在两个张力当中。假若做基督徒没有体会属灵征战的实在，
你不是门徒，你是信徒当中糊涂的。属灵征战是清楚的、实在的、具体的，不是灵恩派的专利，乃是福音派的人应当明白我们的处境就在这里。自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一直到千禧年，暂时休息一下，千禧年又来，所以整段时间里面，直到新天新地，都是在属灵征战的实在情况里面。假如你是基督徒，你说万老师我没有觉得属灵征战啊，那我不会心想说啊，那正好你就不是灵恩派，我很同情你，因为你的存在，你所讲的所做的对黑暗势力完全没有什么威胁，所以他就不管你。凡金钱度日的都是在属灵征战里面很醒觉的，所以这里讲到属灵征战关系论中恒是这回事。这次不讲了，你们看这档案有，我就省很多时间，因为昨天晚上经过祷告有决定跟这档案给你们，你们回去可以做培训继续去参考。这里讲到属灵征战的宏观的情况，三位一体的神，然后被造的世界，有人界，有自然界，有天使界，这些互通的我叫做警戒神学，在中世神学的那本书里面。所以属灵征战一方面是在基督徒以外，一个是灵界的，但是另外一个呢是在内心世界里面，愿意做的做不出来，重生得救的生命要讨神喜悦，要过圣洁的生活，但是败坏的肉体的沉郁引诱我们，要我们做我们不该做的，这个是内心世界的属灵征战。这里一个很简单的图表，但是里面的内容很复杂，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图表来帮助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其实我在菲律宾，我的学生问我几个问题，我是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写了笔记，后来就出版。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会受邪灵搅扰吗？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那邪灵怎么可能跑到里面？正邪不能同时在一个地方，一山不能藏二虎，你有圣灵怎么可以有邪灵跑到里面？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邪灵搅扰基督徒到一个地步，他会丧失他的救恩吗？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不多讲，这个是系统神学里面讨论加尔文派啊、亚米尼派啊等等。你看这个图表呢，右边非基督徒是撒旦所拥有的，但是从这边过去呢就得救，然后得胜，得成胜，但是从左边一起过来呢就是跌倒、失败、失丧。我这个图表呢是改革中的，所以呢你看过程里面呢有一条实线，假如你是亚米尼派的，你就把这个实线变成虚线就可以了。
这个图表你都可以用的，你不是说哎，问老师是改个中，我不是，所以不要了，不需要，你就是改一条线就可以了哈。那邪灵找老人呢，是从外，前面两个阶段是外，后面两个阶段是内。邪灵会跑到基督徒里面吗？跑做到第三个阶段就已经跑到里面去。那逻辑上怎么样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呢？我是本来讲占据的，但是我在改革中神宣的时候，有很多韩国学生，他们都是长老会的背景，绝大部分是Hapdong的。Once a while we had the from Donghap， 但是基本上他们的看法是这样，非常理性的。圣灵住在里面，邪灵不能进到里面去，所以基督徒不会受邪灵搅扰，也不会住在里面。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是属神的，但是假若因为体贴肉体，放纵沉鱼，贪爱世界，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空荡的地方，魔鬼撒旦躲在哪里？他是客人，你不赶他，他就住在哪里？他是访客，没有权的，但是他访客，你不敢，一年、两年、三年就变成占据了。但是为了不要绊倒我的韩国学生，我就加一个叫造访。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哈？他们没有权，但是你给他机会，他就会留在哪里。他是探访，但是访了很久，访几年十年。我最近这几个礼拜在帮助一个牧师的儿子，是白人，美国白人，从13岁到18岁那一段日子，他离开神，吸毒、淫乱、生孩子，坏得不得了。现在魔鬼撒旦攻击他。我来以前还没有把他事情处理好，我做很多这些事情，不过到外面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闲一点，不要继续跟进这些事情。我要赶快。我们这个课题呢，一般教牧同工培训或者是宣教士的培训要1-2天。今天我是浓缩。昨天为什么我想把档案给你呢？反正我只是开了个头，不够时间你们去继续看那些档案。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大家晓得释经学里面有讲到，遇事神就后悔，然后神的眼目偏差传递，你不能问他是左眼还是右眼。神的手臂 不是缩短，不能拯救，你不能问左手还是右手。神是灵，和合本很差，他是小字说，原文没有个字，神是个灵，和合本应该是神是灵体，不是身体，所以他不会有手，不会有眼，不会后悔。那个是从人在街里去看神，我们用人的器官感受来描写神，所以叫做拟人法，是从下面上去。我这个改革中的看法呢，就是我们是按照神形象而造的，所以神是基一又三，我们呢也是基一又三，生命的本质是一，但是活作运作的时候，实在存在的时候，有灵魂体，所以我叫做魔神论，模仿神的意思。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是从上面下来，而不是拟人法从下面上去，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叫做魔神论。那下面呢，我们有三个圈圈，每一个圈圈有三个不同的情况。这里人有三个向度，灵向神的，
身体像动物一样，像我们的环境的魂是当我们活着，灵跟体然后好像给他们念在一起，让他可以运作的那个是魂。死的时候呢，灵上去，体下来，魂就不见了。然后怎么不动？是没有电吗？哎，有了，有了。啊，人有三种动态：知识、情感、意志。你留心看，三部分都是用虚线的，意思就是一部分会影响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的情况。我给你例子，以利亚在山上不是打胜仗吗？所以他情绪很高涨了，所以他的魂不稳定。然后也许别说你处理我的先知，我要给你麻烦。他一听心里面慌了，魂里面啊受影响，腿呢就跑了，跑跑都很累了。这个先知不是在山上得胜吗？后来变成在那求息了，灵里面破产。大家明白灵魂体是互动的，不是分割的。同样知识、情感、意志，他们是相互相连互动的三种的动态。魔鬼撒旦搅扰人，有些时候是从情感里面，有些是从知识里面，这不是 让你骄傲的，那是知识。法利赛人很熟圣经，用圣经来骂人，用圣经来批评耶稣的，用摩西律法，这个是知识、情感、意志。一个受邪灵搅扰很久的人，最难，我再说一次，最难的是意志上。他已经打败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没有救了，算了 Dr. Wen， 你不要花时间每天给我打电话，你很多事情做，算了，我没有办法，或者是你帮不了，或者是神都不爱我了，你看神都不听祷告等等。意志上是最难的，魔鬼撒旦公然是用意志让你去背逆神，要与神同等，要升到至高之处，思想、感觉、行动，他们是彼此相连的，在表现方面。系统神学里面有很大的争议，常常说究竟是人是二元还是三元呢？请大家看这个图表，这里是把三个圈圈、九个要点用归纳的方法在这个图表里面列出九点来。所以三个向度、三种的表现、三种的动态，按照可见不可见左边来分的话，你就会发觉九个是这个情况。我没有时间跟你详细的讲，反正你问我，那问老师你是二元还是三元呢？按照最左边我是二元，按照第二、第三、第四排我是三元，我是既二又三，好像神是既一又三，关系是既一又三，这里是既二又三。好，现在我们回到那个图表。邪灵找老人基本上有四个不同的阶段，就是这个是不是可以指的，有可以吗？有 pointer function 在那里，这个 OK。 我们现在是看这个
魔鬼撒旦邪灵找老人，包括基督徒，最初是用干扰魔鬼邪灵黑暗势力攻击试探引诱人，包括基督徒，他表现出来的是身心灵沉重，感受压力，情绪低落，失落，失意，心神恍惚，不易专注的各种的表现。这里有一点像一个人受了 depression 忧郁症，这个表现有点类似的，但是这个根源是灵界的邪灵长老带来的情况。用圣经的字眼来讲，干扰就属于试探那个范围。耶稣侍奉开始先去旷野，他不是迷路去的，是圣灵引导他去的。按照希伯来书告诉我，他是很好的大祭司，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都受试探，受干扰，整个耶稣的生平都在试探里面。向门徒谈话，人说我是谁，然后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天主教很喜欢讲这个话，因为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他们的第一个教王。但是同样下面在谈话的时候，耶稣明明告诉他们人只有受害，彼得说千万不可，然后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这句话天主教就不引用。连使徒彼得都会魔鬼用他的嘴巴来试探耶稣的。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强盗说 你去嘛，救我们嘛。下面的说你是神的儿子，你下来吗？都是试探。假如我就给你看看，我下来，下来处理好又回上去。但是耶稣没有在试探里面失败，连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很迫切，汗好像血，但是他说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耶稣受试探的，所以对不起，按错了，是在这里。I'm learning。 迷惑是魔鬼撒旦用很多事情让你思想上、感觉上、行动上会有一些不由自主的意识临到你，你赶不了的，它自然会出现的。吸毒的人好好的，突然之间毒瘾发作了。赌博的人，有一次我去巴拿马中南神学院那里教课，借我的宣教士说，哎 Dr. Wan， 我不能马上给你送到神学院，有人打电话给我，原来有一个刚信主的姊妹，她丈夫是开餐馆的，车开到赌场，餐馆没有了，连她的车都没有，这个太太要上班，本来丈夫要去接她的，接人家的电话，宣教士说对不起，我现在要接这个刚信主的姊妹，因为她丈夫赌博，整个餐馆都没有了，现在汽车都没有了。我有时间可以给很多个案给大家听，个案你可以记下来，因为都是故事，讲者是理论一下子就忘记，所以我给你档案，你回去去温习一下。反正呢，迷惑，又来。迷惑就是魔鬼撒旦用年轻人淫乱。爸爸妈妈离婚，包括牧师的儿女，恨那个在外面拈花惹草的，一讲到那个闹的离婚的爸爸或者妈妈，他的脸都红了，
整个人变了。教会里面分政界党，不是跟长老合不来，跟长老谈话，一讲到那个牧师，哇，整个人都变了。传道人怎么可以这样的？哇，气得不得了。你看到这个人就是受迷惑，恨，不饶恕，自卑，很多这样不合神心意、不合圣经的，不是出于神的，这是思想、感觉、行动。不是你叫他来，他是不由自主来的，因为已经上瘾了，上瘾了，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人呢，是长期周期性的，在思想上、感情上、意志上、灵性上去参加聚会，哇，很兴奋，每天以后要读圣经祷告。但是过了几个月呢，他这样上去又下来，上去又下来，好像有些东西给他挡住，就是这样长期周期性的在那里打滚打转，就是没有突破。这样的人是受迷惑的，总要警醒祷告，免得惹人迷惑。你们心灵愿意，肉体会软弱的。当你受迷惑长期周期，然后过了很长日子呢，魔鬼撒旦印着你心里面的污秽，你的淫乱，你走在黑暗当中，消灭圣灵的感动，故意犯罪，魔鬼撒旦就跑到里面去了，非法的暂时日间占你的内心，邪灵找扰你，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向度里面，那三个圈圈、九个不同的情况里面来找扰你。所以一个表现出来是知识、情感、意志、灵性反复的做出不由自主一服行赏的事情。我没有时间讲很多个案，但是我讲一个个案给大家听，你会记得的。我有一次我在改革中神宣，在办公室突然间有人进来，不合规矩的，应当是先约好时间才来的嘛。但是他认识我一个同事，他也不晓得我要不要见他，所以他晓得我办公的时间，从外地就来到我的办公室。当然在敲门，谁呀？进来。一个美国牧师进来谈话，他的太太需要帮忙，师母需要帮忙。我说我没有赶鬼恩赐，也没有辨别诸灵恩赐，你多给我些资料，然后你回去叫师母打电话给我，我又跟他谈谈。后来他回去，师母打电话给我谈，但是只谈一次，以后就不再跟我联系了。师母那个牧师呢，就继续的跟我联系，请教我帮助他情况是怎么样。这个师母哪里来的？这个牧师呢非常年轻，神学院毕业就去一个很出名的教会里面做一个小牧师，很大的教会。他只做两个事情，一个是监狱布道，一个是接待讲员。这个牧师呢，在监狱里面传福音，带了一个女犯人信主。这个女犯人怎么信主？不是什么？为什么坐牢呢？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嫁了一个丈夫，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孩子。然后呢，这个丈夫年纪比她大，脾气很好，常常欺负她。
后来越来越厉害，欺负的情况呢，就是恐吓他，而且呢拿枪来指着他，你听我话，不听我就杀你。有一次呢，里面没有子弹的，他拿着那个做太太的，看着他一拉，他就倒下去了。不是子弹打他，是怕到昏倒了。醒过来，惊慌得不得了。后来暗暗的去买一支手枪，放到卧房床旁边。有一次丈夫又来欺负她了，她就一直退到卧房那里，然后就赶快拿枪，你不要过来啊！那个丈夫哪里来的枪？你理会吗？继续来欺负她，一起过来，她一拉，丈夫就给她杀掉，坐牢了。这个叫太太呢？开始有问题了，心理的问题、精神的问题，有罪疚感，有什么什么，看医生吃药。然后这个年轻牧师带他信主，本来是同情这个犯人，后来慢慢变成爱情，然后就跟他结婚了。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丈夫呢，是改革宗信仰的，不相信基督徒会受邪灵搅扰，更不相信基督徒能让邪灵跑到里面去，不合逻辑。圣灵跟邪灵怎么可以共处一个身体？我就定期给他通电话，帮助他。他的太太做很多事情很坏。所以我告诉这个做丈夫的，你要检查身体，因为这个太太在外面乱了，你要检查，你要小心你的 Visa card， 不然的话他会花你的钱，给你弄到一身债等等。我教他很多事情，但是他还是不愿意相信他的太太受邪灵搅扰。他的太太很怪的，家里面有三个角落，有三个不同的东西，一个地方是缝衣服的，一个地方是划这个米书的啊等等。反正呢他有 MPD， 多重个性嘛，MPD 怎么呢？多重人格。他变多重人格的时候就会去缝衣服，那是然后做完以后呢，他醒过来也忘记他做的事情的，那个是 MPD 哈，但是他有邪灵搅扰。有一次我跟他通电话，突然之间电话没有声音，我们就叫他 Pastor John 好了 ，Pastor John，Pastor John，Where are you？ 但是不是手电的，那是故障。后来他就回来了，他说 ：“Doctor Wan，You won't believe it。”我说 ：“Believe what？ 你不会信？”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刚才看我的太太，我在客厅跟你通话，客厅有一个 coffee table， 我的太太就在那里跳，打一个跟斗，从那边停下来。”我说你太太是做运动的吗？他说不是。那他不是做运动的，你一辈子有没有试过看他这样啊？他说没有。那你解释给我听，他为什么能做这个事情？他说我不能给解释。我说我能解释，邪灵跑到他里面让他做他通常不会做的事，他有超人的能力、知识等等，只是邪灵搅扰的情况已经住到里面去。更可怕这个情况啊，原来这个做太太的有两次丈夫太忙叫太太帮忙去接讲员，他不光是接讲员放在旅馆，还跟讲员有夫妻的关系。
我说不行啊，你的太太这样来让魔鬼撒旦误会跑到教会，你这是讲员啊。这个事情很复杂，反正我就不多讲了，我已经讲了超过七分钟了，讲一个个案。邪灵找老人是很严重很可怕的事，到最后呢，这个周妈妈的带小孩去 Disneyland 旅馆跟儿子有关系，那个儿子给他弄到疯了，开车红绿灯冲过去，上班什么都不能，结果家教没有，工作没有，这个孩子就是最近我去帮助他，邪灵又找老他，这个两个事情是连在一起的，邪灵从妈妈那里跑到儿子那里去，很可怕也很可怜。一个有邪灵找老的人在知识情感意志会有这样的表现，这个是跑到里面去，跑到里面的你会听到他的声音，他会主导你做这个事情。有一个个案，那个当事人告诉我 Dr. Wan， 你把我的事迹公开没有关系。他叫做 Mrs. Hitchinson， 他是从 Ohio 一个 farming community 农村那里结婚生了孩子，后来跟丈夫离婚搬到 Arizona 去，现在在哪里我不晓得，所以你不需要电话簿去找他的地址，这个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这个 Mrs. Hutchinson 呢，她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叫做 Gracie， 那个时候17岁， Gracie 受邪灵搅扰，而且有精神的毛病，吃药的，看医生的。邪灵找老他，常常洗澡的时候就来捉弄他，洗澡出来这里有雨哪里有黑，邪灵去打他捏他这样的。这个鬼喜有邪灵在里面，常常主导他要做不同的事情。其中有一次他在厨房做水果，拿着一个刀，妈妈走过，魔鬼撒旦邪灵在家里面就跟他说：“杀妈妈，杀妈妈！”他就拿一个刀，妈妈走过，啊，妈妈一躲，砍下去，马上警察来，救护车来，送妈妈去医院，把鬼使关到警察局，然后他们去找人帮鬼使找了几年，后来那一次呢，有人受过我帮忙的给他介绍，然后他打电话给我叫我帮助他，没有时间详细讲。后来跟新的丈夫一起要找我帮助，我就跟这个没有信主的丈夫说，按照圣经教导，父母应当是儿女的戒盖，这个爸爸很爱这个 Gracie 好像自己一样，所以我就劝他你要信主。他为了帮自己的这个女儿愿意信主，在电话里面，后来呢夫妻两个人每天祷告，然后慢慢帮助他，归时后来不需要吃药好过来，妈妈上网去圣经学校修课，然后呢妈妈把余生在电话电邮里帮助呢是家里小孩有邪灵搅扰的，他成为我的一个对工，很多我帮助的人成为我祷告的伙伴，我有一团的人来帮助我做这个事情的。但是当一个人按照亚米尼派，他就会从这里的失败跌倒变成失丧了。邪灵找老人常常给人有超然的能力。这里个图表让我们看见，通常我们讲邪灵找老只是注意右边的事情，其实最可怕的是左边。左边是邪灵进到人里面，给他有超人的力气本领。大家看过很多表演，什么
很长的剑吞下去打自己，石头砍，在那里跳，刀枪不入的，这个是有过人的力气本领。另外魂里面超凡的能力和智慧，能论述过去，预知未来。其实很简单，神不是在上嘛，人在下面嘛，但是天使比人高，所以他可以看远一点，他知道多一点点，但是他不是无所不知，也不是无所不在。邪灵常常随着那些拜偶像的东西啊，淫乱的砍物啊等等，躲在哪里？拜过偶像的，我帮助一个人，我是一个大会讲员，其中一个会员每一次分组的时候都会有事情，组长就介绍他来跟我谈话，后来我就发觉他是新加坡来的，妈妈为了担心他的安全，把他的衣服带去庙里面过光，然后呢在后面那个布里面有个印的，所以什么时候他穿 那种衣服呢，邪灵就找扰他。所以你帮助人的时候要处理就是跟黑暗势力有联系的淫乱的东西，拜偶像的东西等等，你都要注意。其实很简单，有一个人有邪灵找扰，但是他很有本领，每一次都赢，其实很简单嘛。你在打的时候呢，有个小鬼在这里看，另外一个小鬼告诉他，你每一次都赢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另外呢，我们跟 Dr. Wilson 一起侍奉，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 youth pastor， 赶鬼很高兴。后来呢，他赶鬼上瘾了，没有时间祷告读经预备讲道，一家一家会有哪里去探访去赶鬼，结果呢教会就把他赶出去。其实事情就是这样，小鬼在他哪里，大鬼跑到我里，大鬼赶小鬼，灵光吗？一定灵光，他们串同的。所以连赶鬼都会上瘾的，迷惑。我帮助一个神学生，他很喜欢念书，起初的动机很好，后来动机错了，要比别人强，所以老师一给题目，他就去图书馆把所有的书拿到自己的宿舍里面，那别人就没有书了，他就一定最好了，你明白吗？做学好学生都会受迷惑的，请大家小心，这个不是开玩笑。我帮助过牧师，有些牧师为了跟别人比赛，让我的教会增长很快，为了这样的增长成功，魔鬼都跑到他里面。为什么？他骄傲，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以前。所以牧师也好，宣教士，我帮助很多，我就不是给你开玩笑，总要警醒祷告，这是这回事，要小心。另外呢，哇，我赶快，教会里面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虚假的虔诚，仿效的属灵，有人可以按手给你讲方言，你就小心了。方言是圣灵给的恩赐，不是我按手就可以给你的。我帮助很多邪灵找人，就是人家按手以后他讲方言，讲完方言后呢，尾巴很长，开始没有和平，跟弟兄姊妹同工不能相处，没有喜乐，没有节制，他做什么事情，这个圣灵的果子是单数，是一种数级。圣经不是一个赶鬼手册，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很清楚的真理教导我们魔鬼的诡计是什么，我们的权柄是什么等等。所以有假先知，有假师父，有假基督，连保罗跟以弗所长老道别的时候还说，
就是我晓得我去以后有空送报的豺狼来，就是在你们当中也有人会这样。哇，这个很可怕。长老保罗跟以弗所长老道别的时候也讲，在你们当中会有人起来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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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小心。然后另外呢，这方面是负面的，但是更严重的是肢体。魔鬼撒旦攻击的最终目的不是一个基督徒，乃是攻击那些有位分、有责任去牧养人的众人的领袖。一根草打下去不伤肝，一棵大树打下去杀伤力很大，所有周遭的人都受影响。我们当中有位分的、有恩赐的，我们要特别小心。圣经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所以保罗就劝他们，圣灵立你们做监督的，你们要为自己也为群羊谨慎。魔鬼撒旦攻击的不光是一个人，透过你去攻击，把他的范围扩大，最终的目的是破坏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里面纷争结党，分门别类，临守圣餐的时候分门别类，结果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的情况。讲到这里呢，我邀请大家打开还没有哦，不要了，迟点。我这个等一会 Q&A 的时候，你们可以有档案的时候，我再可以继续讲下去。几点重要的？华姐现在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通常赶鬼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辨别诸灵恩赐、赶鬼恩赐来赶，我两个都没有，所以我不是用那个方法。我是用辅导治疗法，还有圣经真理的权柄法。意思就是说，虽然我没有辨别诸灵恩赐，没有赶鬼恩赐，但是我帮助弟兄姊妹明白圣经的真理，让他们离开黑暗，愿意归向光明。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先向黑暗势力从那里回转，然后认罪悔改，横向的。第二，纵向的，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灵魂体、言语、行动、意志等等九个方面都权柄交给主。然后呢，你就可以奉主的名赶鬼。我以前是按手替人赶鬼，后来我就发觉鬼赶出去，一方面我很骄傲，那个试探很大，问你都还不错，你看。然后那个人也会依赖我，两点钟打电话，哎，他又来了。不，每一个基督徒只要离开罪恶，认罪悔改，跟他一刀两断，这个是横向的。用英语，我本来用英语写的 conversionand confession， 认你的罪，离开罪恶。第二 commitment and consecration， 对神委身，分别委身交托给主，让主权交给主。你跟神有这样密切的联系，你不需要靠人，你可以奉耶稣的名把这个淫乱的鬼什么什么赶出去，不要再回来。我再说，赶鬼不是那些有特权的人才有，乃是圣经真理教导我们属主的人，完全把生命主权交给主的人，已经是
走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与主相交。他儿子的血也洁净我们的罪。他完全做我们生命的主权的话，魔鬼撒旦不会有贪婪、骄傲、妒忌等等的任何破口躲在哪里。你奉主的名把这些主权完全交给主，他就没有权躲在哪里。第三个 command， 奉耶稣的名 command in Jesus name。 我再说三个系，档案里面有，你不要赶快抄。第一是 conversion， 离开罪恶 confession， 认你的罪，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Commitment and consecration， 众向的全心全意归向神，分别为圣，让主权交给主，这样你就可以奉耶稣的名把鬼赶出去，叫他不要再回来，奉耶稣的名叫他该去的地方。但是假如你心里面是暗软罪恶，体贴肉体，半心假意的回转，魔鬼撒旦一定不会放过你，而且用你来破坏别人。但是当我们去赶鬼要小心，不要乱判断，判断错一定会处理错误，处理失误特别是很皮毛的，不是跑到根源里面，一定会再来。每一次重罚，所有旁边的人信的不信的都因着你不负责任的赶鬼你受绊倒，你要很小心。耶稣说的绊倒人的人，绊倒人的事情难免，但是绊倒人的有祸了。所以在赶鬼的事情上不要太鲁莽，太冲突，太急躁，乃是警醒谨守。还有你要小心自己啊，你自己里面有破口。好像大祭司七个儿子去赶鬼，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来赶鬼，说保罗我们认识，耶稣也知道你是谁，鬼就跳到他们身上。所以有一个牧师去赶鬼啊，都没有进门口啊，那个邪灵上身的人冲出来，你啊这个牧师啊三年期什么什么什么，哇这个牧师马上跑掉，他犯淫乱没人知道，但是邪灵就把他当众切出来，那个牧师就跑掉了。属灵征战你要小心，真的是征战，不是开玩笑啊。我们现在要休息，休息的时候我邀请你，圣灵就要感动你，要认罪悔改，要打电话，要向人认错的话，要赔钱的话，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然的话你今天晚上一定不好睡，因为你心里面有破口，今天晚上就捉弄你。你要小心，总要警醒谨守。我不是恐吓你，这个课题通常我都不乱讲。好，我们时间到这里。相信大家很有很好的收获，我们以掌声来表达我们的感谢。这里有几个报告跟大家来做了解。那么这次我们的讲座有它的需要，那么我们讲座的这个奉献目标是160,000，那么我们这两天所累计的才63,886块，所以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一些。